他就是来跟我们说，我们的 paper 就来 missing 了，就不见了。然后他说来是因为什么在跟不一样的 bag 偷换掉了这样子，然后就来，我就觉得哇，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这样子咯。你会重新再拿一次吗？不会，因为我已经换掉全部的 AMF 的东西了。有花费很多的精力来 prepare 这个 event 吗？有啊，我一直去 practice， 一直去练习，然后老师出了题目就来一直在做咯。你的朋友有没有被这个影响？有没有人打算要重新再拿一次？好像是没有，我的朋友大多数都讲不要再重考这样子。所以他其实没有影响这个拿这个成绩，他有没有影响你最后去申请 JC 或者国立？没有，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啊。你已经申请到科系了是吗？我申请了，可是因为我英文 fail， 所以我进不了。